看一下。香榭商店花圃。嗯，他说有东西要给我啊。他骗我。他骗我欸。他说朱棣有东西给我。哦，我们对迪尔士好感度下降一点。迪尔士卡瓦佩，嗯，好，准备。GPS 5.56，放个警示器好了。好，出发。史克威尔真的超厉害的，都做出那当时期画质最高的游戏。阿瑞亚恩希尔。现在基本上很多就变三大家啦，都是本家的画质最高，微软啊，或是索尼。说太空战士 B10，最终幻想 B10，以前的就不错了。来到了这边，我看能不能把这个 N93R 放进去。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超太棒了，太棒了。加油机，现在不需要加油。Number 2，我最不会应付的就是这些嘛。我转弯的时候，他也跟着转弯。没有，
记得这边有个隐藏的东西吗？对对。没有没有没有东西。是啊，但是我感觉太浪费体验，结果发现蠢的还是自己。风二推倒我是知道的。咬你的头！快快快！我为父吹菜，来补血。我记得这边就有藏东西。现在是不需要这个了。啊，对，还有后面那个，第一次遭遇马迪坎的时候，那个马一直出现，我觉得那个超烦的。回来的时候就会然后说到这个，我之前不是就站在悬崖边被推下去过。Hello 小姐，没事吧？衣服直接变不见了。4+1。你也可是800+1。对对对，我忘记了，一直下去，对吧？我也是跟着下去，好差的味道。等一下，啊，不能看哦，我想说再看一次。那个，马桶里面的水都是咖啡色的，我刚抬过哎。这边的人都撤退了，所以基本上也不能说什么没打扫。逃跑了，就是
变怪物，然后失踪之后，有一些都开始逃跑，然后说逃跑的也失踪了，好像是这样吗？还是是强制进化，哦嘞，就因为在实验室附近的地方都被强制进化了。换这边。自愿的，对，好像到那个香格里拉里面有说过，为什么都要锁上？哈哈，所以那些失踪的其实也都是自愿的，对不对？真是。热色箱啊，大号氢弹，用这个干嘛啦？这个也是热色啊。Go go go， 应该走这里了。嗯，调查水井，我记得会跑出很多边。我们第一轮的时候好像就这样了。好啊，我就放雷电，还是要放火焰啊？火焰跟雷电，你比较推荐哪一个？啊！啊！不要不要！送什么温暖呢、啊？是我被送温暖的。哈哈哈！我要被咬死！不行！哈哈哈哈哈！能。第一个被点五咬死，等我们扩充背包再说吧。目前都是用这个 S1， 我就有三格啊。延迟太晚了。你讲的时候我已经放完火焰了。啊，要不然我等一下看一下。好，再来，不然再来一次，再一次。搞定，好，真的很棒，真的很棒。
风衣会中毒啊。不过风衣耗的魔最多啊，所以我就想说算了。OK， 啊，按到了按到，封印是七，哎、欸，真的，火翼也是火二，火翼也是七，我以为是十二，我记错，我记成这个字。再去开那个门。嗯，有其提醒。OK。后车厢有子弹。哦，好，我试试看。放下来。不用放下来也可以拿吧。欸、真的要放下来。那等一下我放下来的时候再用。好，我先放下来。感谢提醒啊！其实我第一轮我真的不知道哎、欸，我好不是我忘了，就是我没拿。啊，按到按到，差一点，还有可以取消。R 大号铅弹，哦，这个就是那个散弹枪的吧？穿甲弹。等一下就可以找道格拉斯了。嗯，打那个很硬的强化兵。我第二轮就是用这个 AS12 加 R 枪 R 穿甲弹，打下去就直接那个，至少80滴啊。至少80滴。哦 ，Don't shoot！ 动作不要太。只有我一个来，滴滴滴，滴滴滴是什么了？一大坨。
哎呀，真的是还算 OK 啊。如果是出在现在的话，我想一定很夯。第一代的比较太少女，然后第二代比较有那种成熟的感觉。不限电。哦，抓个滴滴滴啊！反正好像是他就是在一语呢喃一样。OK， 怎么了？哎呀，的日文都是零。一开始都很那个，然后可是还是在给我的东西。不过话说，你都玩几轮？有哪些地方有东西你都完全记得？够难的，道格拉斯我14轮，太扯了。干脆踢3B。次54洗澡画面，13轮过会送30万。欸，我还有这个设定，30万 BP 也没什么用，枪刀好像100才几万，不是吗？30万 BP 完全根本就不知道要干什么。好，准备打那一匹马。哦，不会吧？啊！走错！搞定。送进来，我到现在我还没学火二啊，主要是学一个技能之后 MP 就会回满了，我们不能错失这个机会，等我们 MP 快没有的时候再学技能，这时候就可以多一个救命的机会，算是这样。啊，到了！太搞蝎子！蝎子怕火吗？我是记得蝎子怕穿甲弹的，我穿甲弹用下去的时候是有。1号房间有，不过火二可以用。之后我试试看，等我学到再说。啊，这边我记得是婴儿，
再出来。哎呦呦呦，这声音真的是。送了，感谢送八恩递给我。好，去我们的房间吧。受伤人啊，用闪电的，对不对？还是用那个火焰？我突然忘记了，哪一个？火焰还是闪电？风衣温暖他，好。等他们两个一起来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可以。再等一个，啊，没打到，啊，搞定 ，very good。给我大号先弹，给我 R 弹才可以啊！好，进去存个档吧。等一下的。找到幸存者，道格拉斯。好，存档啦。那下次再继续啊，待会再继续。好，那今天晚上的实况就到这边先告一段落，谢谢大家收看我黄金城的实况。这一模二第三轮，不要，那个还要赶时间。下次礼拜二我再试试看。好，那就今天先这样了，大家晚安，像我一样播广告吧。
好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